Hello，大家好。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啊，我也比较纳闷啊，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啊？于是呢，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啊，如何100%安全的购买比特币。如果你是新手，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也不用担心。这个教程呢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本期视频呢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还有骗局，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什么是提现出金呢？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啊。下面咱们细说，这里咱们一带而过。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再去操作。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第二步呢，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 APP 啊，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一下设置啊，这一步非常重要。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 USDT。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给大家演示一遍。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 OE 交易所的账号。为什么选择 OE 交易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三大交易所分别是 OE、币安和火币。目前呢，只有 OE 交易所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很清楚的看到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下面咱们开始注册。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啊，是非常划算的。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都可以进行注册。填写上之后，然后点击领取盲盒，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非常的简单。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注册完成它会奖励一个盲盒。当然了，它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啊，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啊，具体的话要看运气啊，你可能运气好，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第二步呢，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 OE APP， 安卓手机的话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我们来看一下，在官网的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咱们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没有 OE APP 啊，你是下载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 ID。这个海外 ID 怎么获得啊？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购买苹果 ID 啊，使用谷歌也可以啊，里面有很多都是卖账号的啊，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啊，好多都是啊，基本上一搜一大堆。有了账号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把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进行一下安全设置。在登录 APP 后啊，不要着急买币，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这里呢，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第一步叫身份认证，第二步叫安全设置。下面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打开 APP 之后，我们点左上角，这里有身份认证。在身份认证里面啊，分为基础认证、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我们呢，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啊，就可以进行买币了啊。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啊，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啊进行一下认证。然后我们返回一下，看下面的安全中心。安全设置里面呢，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有谷歌验证器，还有邮箱验证、手机验证，还有防钓鱼码。我呢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啊，这里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进行选择啊，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啊，就把这个打开。到这一步，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啊就已经完成了。第四步呢，我们就需要购买 USDT 了。到这里呢，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什么是 USDT 啊？为什么要买它呢？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啊，我们的中文名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我们简称为 USDT 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U， 它呢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EU 就等于1美元。我们账号里的 USDT 啊，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在我们真实世界当中，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同样，在我们的虚拟货币当中，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啊，那就是泰达币。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啊、狗狗币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兑换成 USDT。然后再使用 USDT 啊购买我们的比特币、以太坊啊这些数字货币，它呢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下面呢，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购买 USDT 的实战操作。它的流程呢，这里有，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下面咱们看我操作，在 APP 首页呢，我们点击我要买币，弹出一个选项啊，我们选择 C2C 买币。这里呢有很多商家，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泰达币。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防止呢我们的银行卡被封。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啊，大家仔细看。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大家看到了吧？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一些的啊，这个是6000多，你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大家看这里呢有一个12000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这个商家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们直接点击购买，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啊，我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买多少写多少。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 USDT 啊，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现在呢 APP 上提示请使用支付宝转账啊，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啊，可以是银行卡、微信啊，或者是支付宝啊，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下面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上面有提示啊，有我们的购买金额，有对方的收款信息啊，叫陈烨啊，对方的支付宝账号。我们呢打开支付宝给这个陈烨进行转账就可以了。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啊，否则的话对方会扣一部分的手续费，然后会把钱再给你退回来。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在转完账之后，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一定要及时回到 OEAPP 当中点一下我已转账通知卖家，这样呢卖家就会及时的把 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就会取消掉啊，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转完账来点一下我已完成转账，就是这个按钮。这一点啊我重复了2遍，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 啊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啊，我们直接点返回，回到首页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我这个账户呢现在有 99.99 USDT， 你的 USDT 到账之后呢就会在这里显示了。有了 USDT，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第五步呢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我将从买币到提现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转入到交易账户。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都是我的钱，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顾名思义，资金账户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那么交易账户很好理解啊，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有10000 U， 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我们可以拿出1000 U 进行交易，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在 APP 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啊，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啊，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点击确定就可以了。我们返回看一下，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0，交易账户就是 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啊，有好多按钮和数字啊，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想买以太坊的话，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坊就可以啊，以太坊的缩写是 ETH 啊，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啊，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啊，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很好理解。再往下看，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我们看一下是1873。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但是有的同学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它的意思就是说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自动进行成交，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改成1800，这样设置之后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就会自动买入。咱们继续往下看，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比如我想买1000 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那么1000 U 就可以买到 0.55 个以太坊，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 U 是不够的，它这里呢就提示余额不足。好了，买入操作呢我就说到这里，是不是非常简单？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等过了2天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 U 啊，也就是100美金。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 U 了，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对不对？我们选择卖出，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我们选择市价委托，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我们可以选择卖出 50%， 也可以选择卖出 100%。 100% 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啊自己选择，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是不是非常简单？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如何把赚到的 U 提现到银行卡、支付宝或者微信啊，这三项都是可以的。首先呢第一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也可以是微信啊，或者是支付宝。下面大家看我演示，打开 APP 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 买币，选择右下角我的，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添加一下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支付宝、微信都可以，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添加好账号之后，第二步我们需要从 OE 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在 APP 里选择我要买币。有同学会比较纳闷啊，我们不是要卖币吗？怎么要进买币呢？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 买币。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啊，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我们怎么选择呢？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啊，这个是11000，这个是2万，下面这个是5000，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12000的这个商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这个商家呢他是2022年11月成为商家，我们换一个看法。好，这个呢大家看他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像刚才这个就不错，浩宇商行12000的这个就不错，注册时间也够久，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我们来试一下，我写一个2U，然后点击出售，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我们直接点卖出。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订单信息，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一般情况呢只需要2分钟，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买家已付款。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查看一下是否到账，等确认无误之后，再到 APP 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点击这个按钮之后，你的 USDT 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就完成了。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在卖币的时候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查看是否到账，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我已收到付款。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 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这个呢就像我们淘宝买东西的时候确认收货一样，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此为止呢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会给大家一一解答。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的频道炒币大师兄，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大股东持股一级富、富民银行等。近日，重庆市中宏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宏小贷）被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系因失联。去年下半年，中宏小贷与另一家小贷公司宝生小贷一同被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暂停网络贷款资格。中宏小贷曾是重庆传统小贷转型网络小贷的试点企业，2015年获批开展网络小贷业务，注册资本3亿元。天眼查显示，中宏小贷旗下有51贷、爱美贷、小安分期、趋融网、中宏贷等商标及软件著作权。据悉，中宏小贷目前已不再做放贷业务，主要转做通道和代抄业务。雷社财经还曾报道，中宏小贷的牌照正在四处寻租，已经见篇主页。2019年开始，中宏小贷就不断陷入法律纠纷中。2019年，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企业，在此期间还多次成为限销企业。中宏小贷控股股东为重庆市博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博恩科技，持股比例80%。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持有的中宏小贷2.4亿元股份已全部被冻结。博恩科技成立于1997年，天眼查显示，博恩科技对外投资包括第三方支付公司一级富、参股民营银行重庆富民银行以及起伏平台猪八戒网。
而伯恩科技也已深销预饮，今年被多次列为失信被执行人，2023年7月还将其持有的一级付99%的股权被挂牌拍卖。在小贷行业强监管的影响下，全国小贷公司数量急剧减少，截至2023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500家，贷款余额7629亿元。从企业数量和贷款规模看，小贷公司去年全年减少了458家，贷款余额减少了1478亿元。此外，一些上市公司股东背景的小贷也在迅速出清，有些通过出售牌照转移，有些通过注销小贷，有些更新业务模式完成风险化解。2020年11月，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已使小贷监管趋势重塑，高质量成为行业发展指引。如今行业在经历深刻自省之后，更需要的是调整业务策略以求新生，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跟白羽帆一聊天，就会发觉这人的较真。白羽帆是陶无忌，这份较真技能他几乎是无差别释放。城中之城是白羽帆第一次和导演滕华涛合作，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滕华涛让他聊聊对陶无忌这个人物的看法，白羽帆直言这个人物角色转变不太明显，目前看来没多大亮点。当时在场所有人都很尴尬，滕导替他解围说可能是还没看到后面的剧本，随后细细跟他讲了人物的发展。我当时就非常想演这个戏，但导演问我了，我就该实话实说白羽帆这份愣。和陶无忌这个角色有着某种对应，剧中赵行让柜台的年轻人们帮忙核算账目，只有陶无忌憨头憨脑地说出了问题。愣头青、意志坚定是这个人物的标签，也是白羽帆身上具备的特质。自2021年《山海情》播出，白羽帆因马德宝一角被观众所认识，这位年轻演员就开启了全力奔跑的人生阶段。他回忆去年和前年工作节奏非常之快，拍完电影《照明商店》，杀青是凌晨4点的苏州，回酒店小憩一会儿，下午就要赶到上海进组另一部戏。影视行业里的年轻人，当机遇来临，被推着向前，不断经历各种项目、各种人，人生像被风吹动的书页，在飞速切换章节，不要停下，不能停下，似乎是上升期的年轻演员的共同选择。白羽帆也是如此，又更多了份较真。在这种被催熟的节奏里，白羽帆坦言会有觉得被掏空的时候，新的生活体验又难以补充，这让他有些担忧，表演上没招了，用光了。城中之城剧照，拍摄城中之城，他观察于和伟、王骁、冯佳怡这些前辈演员，他们有魅力，也能赋予角色魅力。在现场他观察学习，从优秀的前辈们身上偷师表演技巧和习惯，用于下一次表演，然后在实践中印证，持续校正前进的方向。城中之城陶无忌这个角色最吸引他的是那种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感觉，因为这和他身边同样年轻的朋友们有共鸣。大家虽然在不同行业拼搏，其实身处的阶段大差不差，都是没什么背景的异乡人，在大城市里一步步寻找机会和发展。城中之城快杀青那会儿，他有一场在追逐中跳进水塘的戏，跳进去之后，在紧张的情绪里，他没察觉任何异样，但一出水面就发现自己的一条腿使不上劲儿了。但其他人还没发觉问题，摄影机还没停，他也不吭声，就一步一步往上走，直到拍摄结束，这时才低头去看，发现牛仔裤破了一个洞，上面都是铁锈，再往里一看，水塘里的建筑垃圾扎进了肉里，里面是黑的。去医院做了清创，打了破伤风，他感觉还行，赶紧下午回去继续拍。但到了晚上，整条腿就全肿了，他还是坚持完成自己的戏份才去医院。医生诊断是蜂窝组织炎，按理说一般人很难忍受那种剧痛，那块东西扎得比较深，里面也全感染了，医生也无法判断是指到肌肉层还是扎到骨头了，只能开刀清创。于是白羽帆做了人生第一次全麻手术，住了几天院后就接着拍戏了，不想让那么多工作人员和演员老师等你一个人。白羽帆说，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厚积薄发，也许我真正意义上的表演生涯开始会在35岁之后。他想了想又补充，下个月我就29岁了，其实离35岁也不是很远，6年时间很快的，期待对这位演员6年后的观察。城中之城剧照对话，陶无忌人设过于完美，
澎湃新闻，塑造这个人物难度比较大的是在什么地方？白玉帆，我觉得难度比较大的是陶无忌人设过于完美，跟同事处得也不错，上司也非常喜欢他，也有一个非常相爱的女朋友，可能是看似比较一帆风顺的状态。但一开始在剧本中，陶无忌是比较愣头青，非常轴，没什么心眼的一个呈现。我觉得这样的人在生活中随随便便就会被苏醒那样的人捏趴下了，还要受到重用和喜欢，不太合乎常理。我想把他塑造成一个还是比较懂事、有眼力见的职场新人，业务能力强，也会处理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状况。澎湃新闻，藤导在现场跟你沟通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包括对于陶无忌角色的定位，他的表述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白羽帆，藤导每场戏之前会先跟演员走一遍戏，然后把调度说一说，机位配合完之后，然后问演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话可以把自己想法提一提，然后他来做一个决策者。其实在前期我拍了两三天之后还是有点拿不准，就跟藤导发了很长的微信，我说我这几天演下来感觉好像还缺点什么，但我又说不上来。藤导就说挺好的，才刚开始，要慢慢去融入，慢慢去体验。藤导给了我一剂强心剂，他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澎湃新闻，陶无忌这个角色和年轻时的赵辉很像，这两个人物之间形成了某种很微妙的一种对照，让人越看越唏嘘。城中之城剧照，白羽帆、陶无忌是年轻时的赵辉，俩人都是外地人，在上海打拼，能力非常强，做了很多非常棘手的案子。未来等陶无忌到了赵辉的年纪，也会有年轻时的陶无忌出现吧。年轻人一茬又一茬，信仰或者初心大家曾经都是一致的，但他们选择的道路也许截然不同。澎湃新闻，这次于和伟老师是有很多对手戏的，他是很优秀的演员前辈，你跟他合作过程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白羽帆，与于老师合作下来收获蛮大的，私下他也会给我一些经验或者建议，我也特别爱去跟他请教问题，每次跟他拍戏他都会把剧本重新捋一遍，然后跟我聊咱们怎么把这场戏演得更有意思，演得更能抓住观众，而不是仅仅把剧情交代了完事。这是我拍完后觉得我和优秀的成熟演员之间最大的一个能力上的差距。于和伟是赵辉。澎湃新闻，对演员来说，遇到和自己高度相似的角色可能更容易塑造，但遇到和自己完全相反的角色更有挑战，甚至会成就事业中的某一步跨越。你更倾向于怎样的角色类型？白羽帆，我在这个阶段会找跟自己相似性比较大的角色。演员是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但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基于你的经验和阅历，你尝试一个跟自己差特别多的角色，但你的经历，你对世界和事物的理解力还达不到，你塑造的角色可能就没那么鲜活。如何把个人的魅力附加于角色身上？澎湃新闻，从更长远的演员生涯上去看待当下这个阶段中，你学到比较宝贵的东西或者经验是什么？白羽帆，我会觉得在后边的表演包括对角色的塑造中，可能会想让角色个性更强烈一些。拍了《城中之城》和《凡城之下》这两部戏之后，我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觉得之前我有一个表演理解上的误区，我关注的是抓人物和人物关系，是去表演和塑造人物，但有时候可能忘记了演员本身的魅力以及要赋予角色的魅力。今后的创作我会更加注意如何把个人的魅力附加于角色身上，而不只是完成角色本身的戏剧任务。城中之城剧照，澎湃新闻，在这样两部优秀的作品中，为什么会开始思考怎样为角色赋予魅力？是在这两部剧里遇到了特别有魅力的演员老师。白羽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演员演戏是给观众看的，你一定会收到一些反馈，但这些反馈是如何形成？观众为什么觉得好，为什么觉得不好？这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成因。当然，赋予角色魅力这事儿吧，有时候在表演中，我想赋予角色更多魅力或者特点，但服务于大家表演的统一性，还有导演对作品的审美定调和整体考量更加重要。如果我作为演员，非要用一个我觉得独特的方式去表演，有可能脱离整体的统一性。比如拍《凡城之下》的时候，我当时看了《浴血黑帮》，就跟导演聊能不能试试《浴血黑帮》表演风格，导演也很开放，说 OK 可以试试，但我是完发现其他人都不是这样演的，
我自己就会显得很怪，笑，凡成之下句照。澎湃新闻，你也是蛮神奇的，会想到在一个明万历年间的故事里尝试浴血黑帮的表演方式。白羽帆，因为在我自己看来，整部戏的气质氛围其实有某种相似之处，而且我也想试试这种挑战，或许最后效果并不算好，但我觉得可能在我当下这个阶段，我应该勇于试错，不要甘于平庸。澎湃新闻，观察演员的工作，有时候会觉得你们的人生好像被压缩在一个又一个的角色里，除了塑造人物之外，有时候会不会有被所经历的人物所塑造的感觉？白羽帆，有，比如我塑造人物的习惯是，哪怕时间非常紧张，我看完剧本之后，脑子里会过一遍他做的所有事情，我需要非常理解他，但我一旦理解这个人的思想、行为，就会向这个人靠拢。就像你有一个朋友，你朋友做了一些事，你在一旁观看，觉得啊，真是明智的选择，他还挺成熟的吗？你自然就会见贤思齐。那在表演上也一样，你认可他，就会更容易去呈现和塑造他。而经过这些角色后，有时候我的一些下意识反应确实会有角色留在我身上的一些印记。城中之城剧照，演戏真的是挺有魅力的事情。澎湃新闻，感觉演员的工作是高度输出，当工作特别忙碌，是不是日常生活中输入的机会就少了？会不会有那种被掏空的感觉？白羽帆，实话实说，我在去年有这种感觉，就感觉空了。我的经验、阅历，感觉在表演中能派上用场的，我都用了，我没招了。如果再用就是重复性的一些东西，会觉得特别乏味。这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因为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摄入一些新能量，只能咬牙坚持把收头的工作拍完拍好，然后赶紧休息调整。澎湃新闻，你现在的阶段恰好和陶无忌在故事中的状态蛮接近的，都是年轻人奋力奔跑，少有能歇一歇想一想的时候。白羽帆，在拍最近这个戏之前，我休息了一阵，刚休息的时候我特别不适应，在家待得好难受，因为当时已经连轴转了很久，3个月就休息了一天，其他时间全在拍戏赶通告。你突然从这种节奏中出来，会觉得不出工就难受，但我也知道这是个不太好的状态，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该放轻松一些，自己深爱的事业有时候适当的放轻松些看待，你会更热爱他，或者说对他的热爱会更持久。人生中会有那种情况，你越在意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会逝去的越快。澎湃新闻，现在表演让你最享受的部分是什么？白羽帆，演戏真的是挺有魅力的事情，每一次拍戏我最享受的就是在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享受一种他人的人生。在他人的人生里，再多坎坷，其实你是不被任何人事物所捆绑的，因为你在用角色经历那一切。所有人都知道演戏是假的，但作为演员，在那一刻是真的。山海情剧照，澎湃新闻，那现在对于生活中重要事物的排序是怎样的？白羽帆，山海情刚拍完之后，我觉得工作是排第一位的，现在我会慢慢感觉到生活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生活就没有更好的作品。我前几天还在想我该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演员，后来我立刻又意识到，在萌发出要证明自己念头时，我已经在怀疑自己了，我的得失心变重了。演马德宝和简一凡时，我没什么得失心，就想拍好这个戏，很平常的心态，很轻松的表达，然后就被观众喜欢。后来我发现有了被大家喜欢的作品，就会希望自己每一部作品都能被观众认可，有好的收视和口碑，这时候势必压力大了，就容易得失心变重了。当然我会觉得得失心重总比人飘了好，至少我还坚守着要拍好作品的想法，但发现了这个问题就需要去调整。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前辈，他们一直产出好作品，一直被观众认可和喜欢，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但要抵达那一步，并非路上的每一步都能被人认可，我想我要带着平常心往前走。